Hello，大家好。阿火今天要分享的是活着跟活出的重要性。活着是一个身体的循环，正如人会生老病死，也需要吃喝拉撒睡一样。而活出它是一个灵命的循环，就是我们说的从得救到得胜，从得着生命到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活着它是一个维持，只需要有最低标准；活出它却是一个更新标准，它是一个突破的态度。活着它是尽地上的义务。活出它却是回应天上给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使命。所以活着它比较多是对人是认命的，可是活出呢，它对神是认定的。也因为活着在地上呢是一个消耗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最终会走向虚空。所以我们说虚空的虚空，活出它却是不断在荣耀当中的追求，从荣耀还要更荣耀。圣经说我们主耶稣的名要因我们得荣耀，我们要因他得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有一个追求活出荣耀生命，才可以真正健康的活着。感谢主持一分钟，我们明天见。